请客赞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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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下。我们说如来的圣教啊，最重要的在行持方面就是三十七道品。三十七道品又是以四念住为这个基础，最善最重要，四念住。那四念住就是将你的念头住于某一个点，将你的念头能够停留在这个观念上面。将你的念头停留在哪里呢？停留在观上面。观本身就是一种智慧，观照，观照就是般若，就是智慧。那这个四念住呢，就将我们的念头停留在四个重心的观、观照、观照这四个重点。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但是这个不净、苦、无常、无我，当你观的时候啊，就是转变。佛法啊，在佛法中间注意两个字，一个叫观，一个就是要觉。观就是你的行，就是修行，这观就是主要的修行都在这个字上。观这个心，观身不净，就要把它变成净。观受是苦呢，要把它转化成乐，还有一个转，观就转，在你观的过程中间就转化。观身不净呢，法身是常净的，法身是清净的，只要你的心在一念中间有清净心，是清净的，信心也清净，行为也清净，这个是清净。观身不净，就把它转化成净；观受是苦呢，把它转成乐；观心无常呢，转化为常；观法无我呢，就转为我。这个我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我，而是这个法身，是指法身。所以就常乐我净。涅槃四德，把凡夫的这个四念住啊，观身不净，受是苦，心无常，法无我，把这四个转化成常乐我净，涅槃四德。所以我们注意到佛法中间几个重要的字，一个叫做观，观是智慧，观是把念头摆在某一个观念上面，摆在上面干嘛？当下就转化了，不是要有作意的哦，当下就清净，当下就受到这个乐清安，当下就离苦得乐，当下就能够转这个无常无我呢，能够为涅槃的四德啊，能够常乐我净。所以四念住啊，是很深的道理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是简单的说，
佛陀圣教三十七道品中间四念住是很重要的。那跟着下来呢，下面还有四正勤，四正勤就是精进了，四神足就是四如意足了，也就是定了。五根五力啊，根就是根基，力就是力量。根生了根之后呢，还要产生力量，所以这两个呢，它的意义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这我们上次有提到。那再来就是七觉知。七觉知呢，其实就是定慧均等啊。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叫做责法觉知。责法觉知呢，就是要用我们的智慧啊去观察哪一个法门适合你啊。以前小云导师在的时候常常说，你要选一个你的这个本修法门，记得啊，导师以前常说的，你要选择你的本修法门。每个人根器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宿世的因缘也不一样，你适合修的不一定我适合修，我适合修的不一定他适合修。你会发现你在进入佛门之后啊，哪一种的法门最契合，甚至你送一本经吧，送一部经吧，你觉得哪一部经你会比较喜欢，它跟你相应是吧？不是说两部经同时送，一部就很快的能够契入啊，另外一部经呢就没有那么快，这就是你跟这部经啊相契合，过去生你送过，所以有的时候觉得那么熟，那么容易得到法喜，那过去生送过啊。有的人咒啊，不用怎么样学自己就会了，这个很奇怪啊。那可能就是过去生啊，有的溯缘呢，送了很多，所以今生他一送他就会。那可能我们过去生呢，至少我自己呢，觉得过去生也是学显教的，所以咒呢，并不太会啊。因为受戒的时候要送很多咒，送完之后又还给他了，是这样啊。因为经常不是经常送就不记得了。但是经啊，我就很熟。那尤其呢，普贤行恒严品，我一开始送就很快能够上口了，晚上还背得出来呀。我也没有说刻意去背它，它就自己出来了。这大概过去生有送过，一定送过，而且送得很熟啊。我没有刻意去送它啊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俗缘啊。那你要选一个本修法门，就叫择法觉知。你选择一个法门适合自己修的，有些人适合修净土，有些人适合修禅，有的人适合修孝教，有的人适合修密，不一样的根性，不一样的这选择。那择法，择是靠什么来择？靠智慧啊！啊，这个马英也很有智慧啊，马上就接得上。第二个呢，你选择了自己的法门，那跟着要怎么样？要精进嘛。那进觉知，进觉知就是修道的方法，要精进。这精进呢，就不间断。什么叫精？什么叫进？精就是不杂，纯一的，专一的。所以很多老和尚你去请教他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修啊，他就告诉你怎么样，要专一，不要杂，不要这里抓抓那里抓抓，这个也学那个也学。没有人，我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啊，大概这样子的人不多了，就又送大乘经呢，又送华严，又送法华啊，又送楞严啊，又送金刚经，没有这样的人呢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呢，那是很奇怪啊，什么都不可能精的。
因为佛所的法，它是去对应不同的根基，不是要你样样都学，尽一生的能力也不可能样样都精，结果变成了样样都不行。那广东人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，朝三多某把累，听得懂吗？朝三多呢，就是全身都是刀子，没有一把是利的，就等于说呢，样样都会，都是半桶水啊，这样的意思。那精就是专一了，专一之后怎么样呢？要进步嘛，进就是不退啊，就不要好像我说跳恰恰一样啊，进两步退一步，那永远呢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。那精进呢也是一种智慧哦，精进也是智慧。那精进之后呢，悟入这个道理，从精进就能够有所成长，有所觉悟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得到一种法喜，这种喜不是别的，是法喜，是契入真理的一种欢喜心。有法喜之后呢，跟着就叫除觉知。前面的这三个啊，都是讲智慧的，则觉知、尽觉知，跟这个喜觉知，这三个都是表智慧的。下面三个呢是表定的，定的。一个呢是除觉知，除觉知也称为清安觉知，就是由于我们已经在这个修行上面有进步了，不会退了，然后呢也得到法喜了。这种法喜不是我们说偶尔啊诵诵经啊感觉到很舒服，不是这种法喜哦。真正的法喜啊，是已经受益了，气进去了，得到这个清安，得到这个定了。那么这个除觉知又称为清安觉知，因为你得到喜之后再进一步啊，身心清安，断除烦恼，不会受到烦恼的苦了，已经离开烦恼了，这种叫清安。离开烦恼之后怎么样？清净嘛。我们心之所以烦恼，就是因为不清净，把烦恼一赶走之后就清净了，就得到清安，叫清安，也称为除觉知。除觉知之后呢，跟着就是定觉知，身心清安之后啊，就得到一个镇定三昧，三昧就是镇定的一个觉知。镇定觉知之后呢，就舍觉知，舍觉知就是对一切都不执着，最后是一个念觉知，正念。这个念是怎么样呢？是定慧均等的一个念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智慧跟禅定是相等的、均等的、一如的，这是七觉知啊。那这个七觉知呢，其实它之间的关系啊，都是环环相扣的，一个接一个。跟第八个呢，是八圣道，八圣道也称为八正道。八正道呢，首先是一个正见，正见啊。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啊，其实就是身口意三业的一个掌握，掌握身口意。正见是见解了，见解一斜了歪了，很难矫正过来。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你要修行最难的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知正见啊。那这正见，首先你一个皈依入佛门，
那跑到外道去了怎么办？我们昨天我还看那个新闻里面，敛财的啊，借着一点点佛法来让自己得到很多财富的，这种有啊，还不少啊。甚至于呢，他自称禅师，但都没有披袈裟，穿着这个西装啊，还是有这种也称为禅师啊。家财万贯呢、土地不计其数啊，那哪里来的不知道啊。这种，所以政治正见很重要，你至少别的不要，你至少能够辨别正邪嘛。至少能够分辨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，这个能力要有啊，所以叫正见。正见呢就正语啊，语言一定要，就是我们佛教说不妄言不疑语，不两舌不恶口，还要怎么样呢？四摄法里面说要爱语啊，讲鼓励人的话，肯定人的话，安慰人的话，帮助人的话，让人欢喜的话，不要去刺激人家，不要故意去讽刺人家啊，这种都不好的，或恶言去伤害人家啊，一言安邦，一言就是上邦啊，这语言的能力是很大的。所以有人说这口舌啊，口蜜腹剑呢啊，那口舌就是讲话能够伤到人的。正语就是正命，正命呢讲的是什么呢？正命啊讲的是这个你的生活，就有的杀生的事业不要做，生活赖以为生的。但是有人说我祖上开始就做渔翁啊，做到现在啊，怎么一信佛了我生活都要断粮呢？这是也是一种业力，也是一种考验。你有没有办法说离开这一个工作另外找呢？杀生的事不好做。我昨天还看一则新闻，很可怕哦。那牛啊，就老了要送去杀呀。他杀之前啊，还要把它灌水啊，灌那个牛喝得饱饱的，这样撑起来比较有分量。那牛不想喝，还打他呀。所以这人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啊。那谁知道这一生你虐待他，来生他就虐待你了，他没想到这一个，这才可怕。那么这个正命啊，不要杀生的事业不要做，还有贩毒的呢。看到那个新闻啊，现在新闻都不敢看了、啊。新闻怎么样说啊？美国连着发生三起食人案，人吃人。吃人的都是年轻人去吃人，吃那个流浪汉。那他是怎么样回事呢？有很可能啊、哦，吃了一种毒，吃这种毒的人要么就自杀，要么杀人。但像这食人的魔啊，那毕竟是少数，也可能他就是吃了那种新的毒啊。很可怕。那中间照一个年轻人在戒毒所的那个样子，这个年轻人已经现在正常出来了，但在戒毒的过程中间那脸啊扭曲的，就看起来那个年轻人的脸啊就像恶魔一样，但现在他出来了，哎，又正常的样子。所以这个呢就是
贩毒走私贩毒，这都是不是正命。正业呢，身口意三业清净嘛，身口意三业就正业啊，正见正语正命正业正精进，这不是邪精进。那邪精进是什么？像印度过去有些外道啊，他也精进啊，啊，就是裸体外道，那整天都不穿衣服的，有的还有经济独立，只有一只脚站在那，好辛苦啊！但他不以为苦啊，这是正精进啊，不要邪精进，邪精进没用嘛，没意思，不能了生脱死啊！啊，五个，啊、还有呢，正思维啊，正思维是第二个，正思维，思维是好的，思想不太好，思想就是一个心智上面有个相，佛教就是要无相，这心上面有个相，这个想不好，为好啊，思维的为字好，就心竖心边一个家，家心，这小云导师说的。家心嘛，好心，所以正思维嘛，这是第二个啊，正见正思维啊，正命正业正精进正语，还有正念正定啊，正念就是这念头要正，念头正定呢，先正定，正定就是三昧嘛。一二三的三，印度话就是 sam， 这个是正的意思，三昧或三摩地啊，这就是八正道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精进、正命、正业、正定、正念，八个，八圣道或者八正道。那么一共这里呢有37道品是佛所讲的，这可以依循着来修行的。于其种种圣三摩地，佛说啊，就在这种种的这个在修37道品呢，能够在种种的这个殊胜的正定中间，正禅定中间，解脱自见诸道品中，能够得到正定，那么当然就解脱了。得到正定啊，能够解脱，这三昧嘛，所谓的这定业不可转呐、啊，三昧加持力。那小乘常常说，这定业是不可以转的，但大乘佛法是说定业可以转。为什么可以转？就是说有大恶业障深重的，小乘说这个定业不能转，大乘说可以转。定业是不能转的，原则上不能转，但是呢三昧加持力，如果你真正进入到三昧，在禅定中间你能够解脱了，那禅定的加持是解脱了，因为你已经从这个定啊理解到这个，这就是从定中间得到智慧，而这个智慧呢是解脱的，这智慧能够理解到空无相无愿，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之后呢，那么空，我们所理解的空不是说虚空的空，这空是这个一个比喻啊，比喻的意思，比喻把虚空来做一个比喻，空有是不二的，在第一义谛来讲啊，是一空一有，非空非有，不能够完全讲这个空是完空，空是必须要建立在有的上面。但
那个有不是我们讲的有，我们这讲的都是虚假的因缘所生的。真正的那个佛所讲的有呢，是一个妙有，是空后而生的有。那个境界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证到这真空，所以也没有办法理解到妙有。真空跟妙有是一而不是二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来理解。解脱自见诸道品中，这些37道品都是解脱的自见。这里不单是说解脱自见了，解脱自见这37道品欢欲受乐，能够得到一个法乐法喜。那这个呢是讲到如来的第四佛轮。那我们再念一段经文，说这一段经文是每一个佛轮佛都会重复的话：善男子，我曾如是第四佛轮，由此轮故，知诸有情不特切罗种种圣解，归去易乐，诸业法受，随其所应，利益安乐，得安稳住，得无惊恐，得无所违，自称我处大仙尊位，转于佛轮，吹诸天魔外道邪论，处大众中正师之吼。佛对这个大众说啊，我是这样子来成就第四佛轮。怎么样成就啊？从37道品来成就。37道品来成就这个第四佛轮。由于这个轮故，由于这一轮呢，佛用他的智慧的眼能够知道一切的有情众生。不特切罗就是众生呢，就是人呢，每一位众生的根器，种种意乐，种种圣解，他对于一切的这个佛法的理解，归去他的目标，他的一个愿力所在地所在，他愿力的所在，诸业法受，他的业，他所理解的法，这就是佛的法眼，知道一切众生的他的殊胜的理解力，他的一个目标，他的意向，他的喜乐，他的业，还有他的法受，随其所应。因为每一个众生他的圣解归去意乐业法都不一样，所以佛要应不同的众生，随他们的这根器利益安乐，让他们得到利益，让他们得到安乐，得安稳住，不要产生惊恐啊，一切都能够如意啊，能够吉祥啊，得到无惊恐啊，得无所谓，得无所谓，不会有这个惧怕心。人之所以会害怕，是心里有挂碍。所以心经说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啊。就是因为有所畏惧，那这个畏惧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烦恼来的。烦恼呢是制造的，有内贼有外贼，内外夹攻啊。内贼呢大部分是由于业力所成的，外贼呢是由于外面的境界。内贼去结引外贼啊，这样子呢就让一个人呢处于不安中间，因为他的心里充满了贼嘛，这烦恼贼、内贼、外贼啊，所以把他家的那个功德财呢偷得光光的，那他就不安了，害怕。一害怕呢，害怕什么呢？就为各种的生死轮回的苦，就把苦交煎啊，尤其是无蕴之身。佛呢就说，
我是处在大仙尊位啊。这佛自己说啊，他说他在一个大仙的一个尊贵的一个地位上，过去印度的时代呢，常常称大仙是最大的啊。转于佛轮呢，佛转法轮啊，三转四谛法啊，还有那个十二因缘啊，六波罗蜜啊，六度万恒啊，三十七道品啊，各种的佛法，讲各种的不同层次的这个经典，来度化众生，来让众生得到一些休息的方法。而这些佛法呢，都是要摧毁天魔外道的一个邪论，要摧毁他的邪论。那佛呢，是在大众中间啊，像狮子吼一样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狮子吼？好像没听过。电视上有啊。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Born Free》，有个狮子，但是好像没有听他吼。那狮子是万兽之王，他吼起来了，百兽都害怕，都逃了。那佛呢，就用这狮子吼来代表。佛大声以这个呼吁或者讲这个佛法，那么天魔外道呢，都点点，都不敢说话了啊。善男子，如刹帝利灌顶大王。资质国土或他国土，有无量有情普陀伽罗，于其于智财色当然无厌，于他财色贪求追爱，即使安之坚固城郭村方虚罗国邑王宫，广说乃至射罗鹦鹉，防守重具，令无损失。善男子，刹帝利总灌顶大王，成就如是第五王轮，由此轮故，令至国土增长安乐，能复一切怨敌恶友，善守复生。令增寿命。那这一段是讲刹帝利灌顶大王的第五轮，就王轮咯。当佛每一次讲佛轮之前呢，都会举一个王轮为例，做一个比较。刹帝利灌顶大王就转轮圣王的意思了。他知道他的自己的国土或者其他国的国土有很多的有情众生，普陀伽罗，在他自己的财与色啊，当然无厌，就自己有财色，自己有财富，有这个妻儿吧。那对自己的这个财色呢，当然就是耽搁在那，然呢就是取着依恋无厌，就一直就耽染在那边。于他财色呢，贪求追爱，那除了自己的财色舍不得就放下，舍不得帮助别人啊，捐献一点，那对于人家的财色呢，还要去另外追求，由于自己起这个贪念呢，还要追求。即使安之，然后这个灌顶大王，这刹帝利灌顶大王呢，就为这些他的老百姓对于财色非常的迷恋的，
给他安排这个坚固的城墙啊，这阁呢就是那个这个防卫的，还有村庄，还有巡逻的，还有这个国邑的宫殿。广说乃至射罗鹦鹉，不单只说对于这个人呢，老百姓他的国民以及国民的财富都加以看守加以保护之外，甚至于乃至于射罗鹦鹉，这射罗也是一种鸟了，简单说就是百灵鸟，属于鹦鹉的一种，都会学人讲话的。那么防护他们，令这老百姓呢没有损失，就建很多的城阁啦，现在没有用了啊，你都建很坚固的城堡吧，这飞机炸弹是由空中降的，所以没有用啊。你说在纽约的双子星大厦那么高那么大，怎么可能这个被攻击呢？还是一样啊，他这个两个客机整个冲过去啊，就一刹那间就化为灰烬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过去的比喻，过去的国王啊，为了保护他的老百姓，令他们的人身的安全，同时令到他的财富也不会受到损害，乃至于他的一个情所养的这个宠物也能够保护他，不让他们呢受到伤害。这就是刹帝利灌顶大王所成就的第五个王轮。由于这一个轮的原因，那么国家呢就繁荣啦，兴盛啦，安乐啦，而且一切的怨敌恶友都能够降服，能够保护老百姓的生命，令他们呢增长寿命啊，能够增长寿命。这个是讲到刹帝利灌顶大王的第五王轮。那么佛的第五佛轮是怎么样呢？善男子，如是如来成就善巧知诸性智，知诸恶魔及九思五种邪外道，并诸无量众魔外道所获有情，于智财色当然无厌，于他财色贪求追爱，于我自身及我徒众深深称疾，危害我故，假设真传杂以毒药，暗指火坑，伪覆床座，或推山石，或放狂象，拔剑追逐，善奔成会，傍行淫欲，毁事不难，或为非人，或演幻化，以示诸恶而相匪毁。好，我先到这。那我们看第五王轮，第五佛轮。佛说啊，善男子，如是如来，如来成就的是什么呢？善巧方便。佛用善巧方便，知诸性智，就知道诸众生的根性的一种智慧，知众生性的一种智慧。佛知道众生，当然也包括恶魔以及九十五种的邪魔外道。在印度当时有人说是六十二种邪魔外道，后来又说九十六种邪魔外道。这些邪魔外道中间啊，不外是一个是倾向于断，说一切法都是断的，
人死了之后呢，不可能再生了，叫断。一个呢是常，人死了之后呢，将来转世还是为人，啊，永远是为人，就是这个事啊不会变的。那你做好事，你做坏事，你要转你的这个业，业是不可以转的，这都是常，就没有办法转变的，这个叫常。那佛成就这善于善巧方便，知道一切众生的根器，一切众生的性格，当然也知道恶魔啊，恶魔。这恶魔呢，指的当然不只是魔王波旬以及他的魔眷，可能还有其他的恶魔，95种的邪魔外道，还有遍于无量众魔外道啊。所以除了诸恶魔，这里可能就是有一些知名的恶魔，比方说魔王波旬及其眷属，那还有其他无量的众魔，还有其他的魔，还有外道所获有情。那这些魔啊，他怎么样，他在招兵买马，收集一些魔子魔孙啊，收集一些人啊，到他的那个党羽里面去，这叫做所获有情。他去迷惑众生，迷惑众生怎么样呢，让他贪着于五欲，让他不要精进，不要学佛法，享受物质生活，尽量的去迷恋于财与色，财色名是睡嘛，名啊利啊这些东西，名将利锁。所以他迷惑这些众生呢，这些众生怎么样，被他迷惑之后呢，就与自财色当然无厌了，自己的财色呢迷恋在其中，然后舍不得呢拿一分一毛呢来捐献给需要的穷人，于他财色贪求追爱啊，别人的呢最好变成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于我自身及我徒众深深增忌，这里是讲这些邪魔外道对于佛，我自身，这是佛自己讲，他们呢就迷惑有情众生，让他们耽着于财色，迷恋于五欲，不能够放下物质的享受，然后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这样一种的思想，当然跟佛法是相违背的，于是乎呢他对于佛啊产生一种嗔恨心，对于佛的徒众，相信佛教的，追随佛的这些人啊，就产生一种嗔恨心、嫉妒心，自己不能这么做嘛，自己迷恋于五欲，贪着于物质享受。那么对佛以及佛的弟子，就是僧团呢，产生厌恶，产生嫉妒，那他们要怎么样做呢？危害嘛，危害我故，为了要伤害到、损害到佛陀，要怎么做？假设真传杂以毒药，就请佛吃饭呢，里面放些毒药，害死他，害佛。害佛的倒是没有，害僧的有。大家知道菩提达摩啊，到中国来，他是一个印度梵僧啊，他到中国来5次被人用毒药啊来害死他，几次啊菩提达摩都他有神通嘛，就不为所害。那最后菩提达摩第5次想，那你既然硬要我死，硬要毒死我，好吧，我又被你毒死好了，就死掉了。
死掉了，后来呢，就发现他的那个是就是那个只杀了还有一个鞋子，原来有一只鞋子他拿在手上回印度去了啊，所以到六祖的时候，有一叫什么方什么，不是在大聪里遇到了菩提达摩吗？他很会雕那个佛像的，他看到六祖就说，赶快就跟六祖这个顶礼啊，就说我刚刚从我师父那边来，你师父是谁啊？菩提达摩啊，啊，他说东方出圣人嘛，就是六祖嘛。那菩提达摩说，叫他赶快来给六祖啊顶礼啊，那能够有这个机会啊，要亲近圣贤啊，这是难得的机会啊。那个姓方的就来了，六祖就说，你善于什么？那我善于雕刻。六祖就看，他们就说你来帮六祖雕一个像好了。于是他就雕了一个小六祖啊，小六祖的那个像啊，雕得非常的栩栩如生。六祖一看啊，笑笑对他说，你啊是善于雕工，但是你对佛法还不够深入啊，是这么跟他讲，记得吧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那很多人都要害这个有德的人，谁专门害佛啊？菩提婆达多啊，他的堂弟啊。那下面讲暗指火坑哦，害佛倒是没听到，害那个野兽啊，一个陷阱，常常在下面啊弄一个陷阱，上面铺着草，那个野兽一经过就掉进草里面去，就被抓了啊。为夫床座，好像给你设一个床座啊，其实呢是要害你的。或推三十，谁推三十啊？就提婆达多啊。提婆达多他就去害佛啊，就把大石头滚下来。那公毗罗大将怎么样？叫药叉大将啊，记得吧，那个十二药叉大将在药师经里面第一位，他就用他的那个武器一挡，那大石头就变小了，碎了一个小石头就砸了佛的脚，就出血嘛，那叫出佛生血啊。或者是放狂象，发狂的大象去压他，或者拔剑追逐，善笨尘秽，就是把脏的东西啊去铺在他身上啊，半行淫欲，他明明是一个好人呢，说这个是他在行淫欲的。那佛教僧团里面呢，对于行淫啊，这是第一大戒，在家人第一大戒就是杀，不要杀生。那出家人第一大戒是淫，因为它是生死的根本。毁誓不难呢，就是说诋毁他，辱骂他，说他是不难，不难就是像太监一样了，现在没有这样的人。或为非人，说他不是人呢，或眼幻化，说他是妖精呢，啊，变的，以是诸恶而相毁诽，用这些恶言恶语啊来诋毁佛，来骂佛的僧人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下一堂呢，我们就讲一些例子吧。好，先回向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有情，普愿成溺诸有情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